会长在哪里？会长呢？会长下班了吗？对，你要上来把我们后面的大奖，对，要不要请我们老师把这个大奖抽完？哦，我们还有五个背包，对，你要拿麦克风吗？好，我们先啊，我们郭启松，郭总，你好，先把你的这五个我太重了，再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奖项了哈。好，对，郭董，郭启松，郭董在吗？在吗？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。好，今天要买高粱的哈，要找我们郭董哈。我刚讲过哈，我们壮年协会到现在已经将近到两三周年，那来来去去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哈。那能够留在这边的都是属于精英级的哈，所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哈。来，我们请郭董收五个名额，他有那个精美的高级背包哈。陈美章刚才不是已经抽过了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在第二轮呢。你很不进入状况哦，我被赶紧洗跑喽。我习惯换六针。哎，我赶紧洗跑喽。陈美章，我这个是第二轮的啊。换六针，美章。王雨桐在吗？好，我们赶快上来啊，因为我们时间宝贵啊。好，彭光，